到海南岛，大多数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碧海蓝天，很少人知道海南岛是我国重要的咖啡产地。我们东南亚的华侨陈显章先生在1933年从印尼带回来了第一粒咖啡种子，写下了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。之后呢，喝咖啡成海南的一个生活习惯，咖啡文化在福山生根发芽，并传播至全岛，发展成了独特的海南咖啡文化。我叫徐世炳，是福山咖啡非遗的传承人，从事咖啡行业已经30多年。我们福山是公认的世界种植咖啡的黄金地带，这里的水质、这里的土壤、这里的气候很适合咖啡的种植。福山咖啡的果实结实、晶莹饱满，跟其他咖啡豆的相比没有酸涩，是咖啡中的上品。但是福山咖啡之所以享誉国际，除了自然环境以外，我们重要的是对每个环节的苛刻要求，任何一个小的疏漏都对咖啡的味道产生不好的影响。焙炒福山咖啡豆的要求非常精细，每年成熟的咖啡豆都要及时的采摘，然后按照成熟的程度色泽大大小严格区别开来，然后进而直接晾晒。晒好的咖啡果经过脱壳就可以进行炒制了。因为这个是我们那个按照我们的初加工的程序，是新鲜的果采摘了以后呢，晒干脱壳筛选出来的一级的福山咖啡豆。最传统的福山咖啡焙炒方法是用柴火，在柴火上架一口大锅进行手工炒制。咖啡豆浸过的时间长短都会直接影响到咖啡的口味，所以要炒好咖啡豆必须有丰富的经验。翻炒完的福山咖啡还不能算好，还要加入适量的白糖接着炒。加糖并不是要增加咖啡的甜度，而是让溶解了的糖在咖啡豆外形成果层，把咖啡豆的香气裹起来。起锅后的咖啡豆棕褐色变成了黑色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去研磨。研磨咖啡豆的传统方法是用石磨，但是现在一般用机器来磨粉了，把咖啡豆磨成粉就可以开始煮了。虽然咖啡可以用发压壶冲泡也可以，但是我们福山人认为只有煮的咖啡才够味。煮咖啡也很方便，运用铝制的壶把水烧开，然后加入适当的咖啡粉，一般我们福山咖啡粉的水粉比例是1:13，这时候的咖啡是最醇香的。煮好的咖啡用滤网去掉咖啡渣就可以饮用了，让充分的细胞打开，它的香气也出来，咖啡味道也出来，就到了壶里面就可以给客人上咖啡了。刚煮出来的咖啡我们叫 Gobi O， 就是黑咖啡的意思。最纯正的福山咖啡，不同的人喝的时候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当的糖或炼奶，但是一定要掌好比例，因为这些比例恰到好处才能喝到完美的福山咖啡。喝咖啡的时候一般都会打上一些咖啡的糕点，我们福山的糕点呢有一种叫栗岩糕，也叫福山咖啡糕。咖啡糕的粘性十足，粘盘不粘牙，这是本地人非常喜欢的一种糕点，可以说是咖啡伴侣。福山咖啡对我来说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了，它是我们的文化与习俗，它证明了海南是一片高遗之地。传统的咖啡焙炒技艺是我们祖辈汗水与智慧的凝结，是我们追求品质与完美的证明。
独特的咖啡文化是福山居民懂得享受生活的注解。我会继续传承福山咖啡的记忆，传播福山咖啡的文化，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喜欢上福山咖啡。